那个铜管这样子压来压去，嗯，它本来就是软的、啊，哦，是可以的。对，那以后有生意，我可不可以自己打开调？不要。你如果说折到的话，那就挂掉了。哦，欸、那要轻轻的、欸，那刚刚你这样用力压，它是压到哪一颗？啊？我说你刚刚这样子敲那个地方，然后它就会有声音。这边就不要锁太紧了。哦。嗯。那有可能是因为里面的那个构造，它在绑的时候比较外面一点。嗯。他有时候会听到那个吱吱吱吱的声音是什么？什么叫？就是你刚刚用力压进去，它就会那个。那个震啊。哦，震零件吗？啊？它是震到什么？冷媒啊，冷媒在流动那个声音啊，会震啊，它手机会抖。没有，没有靠好。没有，我在试而已。